剧啦，还有歌唱，然后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真人，感觉很不真实。你好，黎明大哥，你好。OK 啦，难得来到马来西亚，还是要问一下，因为很久没来马来西亚了嘛，这一次来的心情怎么样呢？心情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虽然是的确挺久没来了，真的很久了。吉隆坡还有，但是、okay. 变成比较少。OK， 那这一次今天晚上参与这一个慈善演唱会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这么多朋友去参与一次慈善活动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身边发生很多事情，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。有缘分的，出一把力，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好，那今天呢，黎明大歌星也是非常落力演出，那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，很快可以见到黎明大哥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黎明大哥，给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我终于变成一个小粉丝一样 ，OK。Hello。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。